别人家的鹅来池塘是为了游泳，而我家的鸭鸭来池塘则是为了看风景。大家有没有见过不敢下水游泳的鹅？看着这满满一塘水，一点反应都没有。电力真的是好呀！我上头都望呀望一望的，假装心服了你了。只能偷偷看呀看一看它，就好像要浏览一幅画。快来快来，这里有个青草了，快来吃。这里这里，这青草是可以吃的呀。这个是可以吃的，这个青草。喂，这鸭子口味高啊，难得找一颗青草，还把它给扯起来给扔了。